考虑了很久，还是决定要跟你告别。你知道吗？遇见你，两位抢答了，好不好？是吧？是吧？我也没有信心。就柯佳嬿。我答对了。那我都不对。秦子琪，对不起，我考虑了很久，还是决定要跟你告别。你知道吗？遇见你真的好像一场梦，很幸福的梦。不好意思哦，帮无聊男子把马不在员工的服务范围内。无聊男子，我啊？对啊，就是你。你这工读生什么态度啊？我工读生又怎样啦？你又是哪位？你是谁啊？如果我哪天变成这里的老板，我一定第一个开除你。老板，我当你上司还差不多。外景实境节目综艺玩很大，最新一集前往越南，一行人在车上玩起游戏，必须透过声音猜出演员名字。节目播出后，制作单位也在 IG 播出电视未播出的幕后花絮。请出题。对不起，我考虑了很久，还是决定要跟你告别。你知道吗？遇见你。啊！遇见你怎么怎么样啊？听完，听完。听声音不是听剧情。好。你到最后一集才给我看，你在那前面不给我看。我不想让你零分啊。我不要，我就是要自己零分。关系人，哎、欸，他作弊，他作弊，他看昆达的，我抓到，有影响吗？有影响，他如果没得分，他就追上去了。两位抢答了，好不好？是吧？是吧？我也没有信心。就柯佳嬿。我答对了。那我都不对，我打零五千，答太太了。秦子琪。对不起，我考虑了很久，还是决定要跟你告别。你知道吗？遇见你真的好像一场梦，很幸福的梦。不好意思哦，帮无聊男子把马不在员工的服务范围内。无聊男子，我啊？对啊，就是你。你这工读生什么态度啊？我工读生又怎样啦？你又是哪位？你是谁啊？如果我哪天变成这里的老板，我一定第一个开除你。老板，我当你上司还差不多嘞。老板，跟你在一起的每一件事，我都会记得。不管是快乐的还是难过的，我都会好好留在心里。我怕我自己不能守护你，会变成你的负担。也许分开一段时间对彼此都好，我们的世界真的太不一样了。因为一年之后，我会跟现在不一样，而且一切都会不一样。我有一天我会让你买到你想要的房子。你出国念过书，家里又是开百货行的。我只是私立大学毕业，除了工作什么都不会。我还没有准备好去面对这一切，请你给我一点时间，等我知道该怎么做了，我一定会回来。到那个时候，
我们一定都会变成更好的人。到那个时候，我一定会变成更配得上你的人。从巴黎回来就带一个 OK 绷给我。你记不记得我们曾经打赌，说一年之后一切都会不一样？可是，一年之后，你除了老了一岁之外，我不觉得你会有什么不一样。你不懂啦，反正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你才不懂啦，知道什么？你如果不信，我们来打赌啊。什么？赢的人可以叫输的人做一件事，任何事。赌这么大，敢不敢？敢啊！为什么不敢？谁怕谁啊？来啊！来啊！记得。所以我要规定你，你有三件事情可以选。什么选择？第一，嫁给我。第二，我娶你。第三，我们结婚吧。